好，在这边呢，我们要 prove that 3 power n 加1加3 power n 加3 power n 减1 is divisible by 13 for all positive integer of n。 我们平时 integers 的题目呢，我们是乘或者是除了，当我的 integer 是加，中间是加或者是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拆开来做。什么东西叫做拆开来做呢？我们平时3 power n 乘3 power 1，乘是加，它会变成3 power n 加1。然后我们平时有3 power n 除3 power 1，然后它就会变成3 power n 减1。对我来讲，这一边过来是属于合上来，这边回去是属于拆开来做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的这一个东西我就把它拆开来做，所以这一个会变成3 power n 乘3 power 1加3 power n 加3 power n per 3 power 1。所以我就是把我的这一个 OK 拆开来做，就是说我的这一个3 power n 加1会变成3 power n 乘3 power 1，然后我的这一个3 power n 减1 OK 就会变成了那个3 power n 除3 power 1。好，来接着在这边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的分母是1，所以我这边乘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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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让它的分母变一样，所以它这边会变成9个3 power n 加3个3 power n 加3 power n， 然后整个东西除以3 OK。然后这一边呢，我们把这一个想象成是一个3 power n， 所以9加1 10加3 13，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13个3 power n 不3，然后它就会变成13个3 power n 减1 OK。 所以这一个是 divisible by 那个divisible by 13OK, for all positive integer of n， 所以它能够这一个被13整除，因为它是13的倍数。然后前提就是说它在这边的时候，它的那个什么 n 减1要大过0哦，或者是大过等于0哦，所以 n 要大过等于1哦，这样。So 它才会讲 divisible by 13 for all positive integer of n 嘛，所以这一个就是positive integer 这样。好，接着 SPM 201979的这个它也是加，所以加的话我们拆，所以我的5 power n 乘5 power 1它是5 power n 加1，然后5 power n 乘5 power 2会变成5 power n 加2，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它这一个是一个5 power n 加5 power n 乘5 power 1加5 power n 乘5 power 2，所以它这一边这一个是一个5 power n 加5个5 power n 加25个5 power n， 所以它有31个5 power n。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它就会can be divided okay, by 31 for all positive integer of n，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这样而已咯。 OK， 好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接着还要我们把这一个变成 simplest form OK。So 同样的，它这一个是有加减，所以有加减的存在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拆开，所以2 power n 乘2 power 2等于2 power n 加2， 2 power n 除2 power 1等于2 power n 减1，所以在这边它这个是2 power n 乘2 power 2减2 power n 减一个2 power n 啊，直接减2 power n 加10个2 power n per 2 power 1，这边这个可以越减，所以它这一个是4个2 power n 减掉1个2 power n 加5个2 power n
所以它四加一五减四减一三，三加五八，所以它是八个二 power n， 这样。好，好，接着的这一题，它在 SPM 2014的时候出来，然后这一题基本上 from three chapter one 学了的学生都可以做到咯，其实它不是 MX 的 level 的题目了。所以它是36 x power 8 y power 6，然后整个除9，然后 x power 5 y power 1。可是我是觉得不要这样写会比较安全啦，因为它现在 SPM 惩罚厉害的学生 ，OK， 你的步骤哦没有写完整哦，它会扣你的分哦 ，OK， 所以你在这边的时候你还是。安全起见，你把这一个六 power 二 x power 四乘二 y power 三乘二这样写出来，会比较安全。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你就有199 4936，所以他就会变成了四 x power 八减五 y power 六减一，然后他会变成四 x power 三 y power 五，这就是他的答案了。嗯。